专搞警察策划恐袭，四大超级勇武兵团大起底。近期的暴力示威看似转向沉寂，但其实暗地里有更惊人的危机。本行得悉最少有四大超级勇武兵团以替李大一役被捕手足报仇为名，正密谋作出疯狂式大反击，部分更走火入魔，誓要攞人命蹂躏香港。本行循多个渠道追查，揭开该四大超级勇武兵团的来历和运作模式，有指他们已经锁定在即将来临的圣诞、元旦以至农历新年，自己发动一系列乱港行动。欲知更多精彩内容，请留意最新一期《东周刊》。